果陀剧场金钱万岁斗智喜剧抢钱的世界，一场机智幽默的商业游戏精彩展开。赵树海、屈中恒、郎祖筠、刘亮佐、吕曼英主演抢钱的世界啊。有人说我是清盘专家，恭喜恭喜啊，你现在已经叫做参加游戏了。我不会杀掉我的员工，我也不会毁掉我的小镇，让那个要消灭我们的贾贝哥发明横财。我希望你在吞下那些金钱的时候，让他们哽在你的喉咙里，把你淹死。这家公司能有今天，全部是因为我的功劳。可是谁顾到我的利益？抢你的钱，抢我的钱，大家一起来抢钱！果陀剧场《抢钱的世界》，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。